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来临，准备好带着辛苦的妈妈吃顿大餐了吗？新竹有间五星级饭店业者这次特别与大学跨界合作，推出黄金虫草母亲节养生套餐，要用精致奢华的料理好好犒赏妈妈们一年来的辛劳。我们老爷日本中餐厅的话，目前针对母亲节的有做出黄金虫草养生套餐，那么一套的话是1680，然后若事先预约的话是会优惠1380，然后在5月1号到5月10号来用餐，四人一起来用餐的话，我们会加码再赠一个母亲节蛋糕一份。眼前这颗呈现金橙色的菌丝就是中华大学培育出的黄金虫草，不仅拥有比西藏冬虫夏草更高含量的虫草素，售价更是比冬虫夏草便宜百倍以上，而且在无菌室内培养，不需要担心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。黄金虫草它的功效甚至比西藏的冬虫夏草还高，比如说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元素叫虫草素，这里面的虫草素的成分呢，比西藏冬虫夏草高了100多倍。另外一个虫草酸、虫草多糖、酚酞、SOD 等等之类的，我们检验都比西藏冬虫夏草还来得高。而且这是人工培养的，我们在无菌的环境之下做培养，那基本上它不会有污染，它不会有重金属残留，它又不会有农药的污染，所以呢。这个叫什么？叫一般人的西藏冬虫夏草。清淡的日式料理遇上养生的黄金虫草，饭店主厨发挥想象力，将两者结合在一起，端出了一道道营养价值与艺术工艺兼具的创意料理。因为我选用这个黄金虫草，它的味道是蛮淡的，那我们日本料理强调为原味，那当刚好可以搭配在我们的日式的料理当中。那像生鱼片，我们就搭着那个生鲜的虫草，然后去食用。那炸物，我们就选用它的那个多糖体的有机糙米下去做成寿司去搭配。那龙虾，我们也是选用那个它的生鲜的虫草，在烤完之后，我们铺在上面。那我们用日式的味噌去调做寿司。除了日式养生套餐，饭店内的西餐厅也提供宠爱妈咪外带餐服务，一套四人份只要5800元。四月底前预订，再享85折优惠。想要品尝牛排、鲑鱼以及龙虾等人气餐点的话，这也会是一个好选择。开播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。